让众多玩家望眼欲穿的天地劫改编手机游戏新作《天地劫幽城再临》终于在近期展开了终极测试。游戏将继承《天地劫三部曲》的世界观，并且收录《天地劫》中的历代经典角色，包含一代的主人翁殷建平、二代的女主角冰璃等人，让他们协同玩家一起并肩作战。而这一次的游戏主角是一名在石轮宫修建石轮仪轨的尉迟良，修建到一半时突然遇到了不明人士的侵袭，被宿命选中的他只好踏上一段旅程，好阻止罗侯眷族的计划。本作的战斗继承一代的战棋玩法，玩家将需要控制好各角色的站位，并掌握属性相克和各职业的技能特色，才能够成功解决场上的对手。听着这熟悉的 BGM 和全新的战斗动画，各位喜爱天地劫的粉丝们是不是已经心痒难耐了呢？全力冲排位，怕打扰，启动 Sony Xperia 5 Mark II 游戏增强器，勿扰设定配上效能优先模式，最沉浸的游戏体验无人能挡。